这样不插电的感觉喜欢吗？光喜欢不行，要参与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配曲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我们把最重要的节奏都想交给主委。我对大家相信是相信，但是呢，为了这个演出的顺利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练习。这个练习呢，是为了让万人可以打出完全一致的节奏。你们有兴趣吗？可是在这个练习当中呢，大家千万千万要集中精力，并且要保持安静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可能检举揭发你旁边的那个人有没有打错。好，真的准备好了吗？那好，我们来做这个练习，伸出你们的手，放下你们荧光棒，看我的手势，跟着我来做好吗？非常棒，及格了。可是这个练习跟我们刚刚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没什么关系。真正的节奏是这样的，
非常的厉害啊，你们，这么简短的排练，然后交出了这么好的成绩单，我相信呢，这会成为我们又一这个美好的记忆，然后为之骄傲的记忆。谢谢大家。